你好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？冰水，谢谢。好，请稍等。小乔，最近这几天很辛苦吧？辛苦。为了还你的钱，公司现在很困难。有困难就跟我说呀。 小乔，你就不该跟我赌气。上的不还是自己吗？不过，资金要在2个月后到位。为什么是2个月？小乔，2个月后重新做我的新娘吧。 小女朋友呢？还在吃我的醋是吧？这么说的话，你还是在意我的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跟她断得一干二净。像你我这种身份，门当户对那是基本。你要是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在上面签个字。南乔，你知道我周然在。我知道。投资圈子就这。